这虾虽然小，但是它很入味儿。素菜酿肠，我这个放了一会儿啊，就有点凉了。要不然它这个肠衣吃起来特别的脆，用空气炸锅，20度，200度，烤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。我这个是供菜的。
咱家粉丝想看蘸酱菜了啊，必须安排上。这个正好也是我特别特别想吃的香桂酱。来一根这个香菜，妈，这个小葱的叶子哪去这个洋葱咋这么呛呢？我的妈，要掉眼泪了。这个洋葱可能太小的事儿，你们要是吃的话，去买那种个头大一点的啊，它就吃起来很甜，没有那么呛。哎呦我天！不让这个洋葱呛的呀，鼻涕一把泪一把的。这点酱真是不够吃啊，这个酱它吃起来不咸啊，所以就是你蘸的时候多蘸一点。黑骨虾，
酵母蟹和红魔虾。哎呀妈，这个黄有点散了。不过这个虾膏还好。这个水太多了，要红魔虾。翰林的双椒酱虾，哎呦我天，酱虾，我今天吃这个是特辣的哦。这个特辣的啊，就是我是一个比较能吃辣的人啊，大概辣度就是两到三分的一个辣度。要是不能吃辣的话，你就把那个料给它往下剔一剔。这酱非常好吃。贼入味，还有一只，一点都不辣的小甜椒。虾仁酱。
天海藏家的柠檬酸辣大虾哦，它这个虾哦，就吃起来不是那种五谷鸡爪子的那个味道，但是它这个虾吃起来柠檬味道是比较浓的，吃起来是酸辣口味的啊，辣度能偏多一些，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辣，辣度刚刚好，即便是小朋友也可以接触的一个辣度。它这个虾哦，吃起来 QQ 弹弹的，一斤是一包是二斤装的啊，我盘子里这些大概吃掉了三分之一。而且这个虾品质贼好贼好，你们看就剥完壳，它这个虾肉啊，吃起来脆脆的，不是那种就是虾放了好久冻了好久的虾，吃起来嘴里是发面的，这个虾它是发脆感的，而且这个虾的虾头吃起来一点不腥，我自己在家里煮是煮不出这种味道的，这个虾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棒。剥完皮的时候一定要蘸下它这个汤汁，贼入味，特别的有味道，这个汁它这个啊，就是比那些香辣的大虾要吃好吃很多，很有味道，很入味儿。